OK OK 啊，这样子拿住钱，这样子拿住钱，一下子罢了。哎，苏继红，怎么今天 BM 老师叫你读书，你没有读书、啊？昨天呐、啊，昨天，啊，怎么你没有读的？啊，哎，看住我讲话，你要读的、哎、知道吗？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看住我讲话，老师叫你读书，你要会你会读，你要读知道吗？啊，知道吗？嗯，你不可以讲静静要讲话的，你要读的，你会读，你要读的，你不可以老师问你，你静静不要出声。啊，这样子没有礼貌的，懂吗？
给他那个柠檬什么？哪里来的？啊，烧饼，然后跟那个火腿饼。西餐都没有做咯，西餐跟什么阿萨米啊？哎，没有阿萨米，西餐没有做。有一个中餐那边还有一个什么猪脚，我本来想叫来吃的，哎，下午还是想叫的。那个我爸鸡汤你没有吃的吗？好像把裤子一扔掉。一塞一塞的吗？你试一下看好喝吗？